弟兄姊妹平安。由于政府收紧了宗教聚会的限聚安排，所有实体聚会都会取消，直至宗教聚会的限聚令完结为止。在限聚令期间，所有聚会改为网上直播，鼓励弟兄姊妹在星期日早上10:45主日网上崇拜，一起亲近神。早祷会和星期六的 A911 祷告会需要暂停，会改为星期一至五晚上8:30抗疫情祷告会，并且教会各个小组将会以 Zoom 连结。在艰难底下，我们更加要彼此看顾，鼓励你们在线上继续互相守望，疫情中行切祷告，持守渴求主的心，用灵和真理去敬拜神。这个圣诞缤纷100分，弟兄姊妹，虽然在疫情的缘故，我们不方便出到外面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很想鼓励每个弟兄姊妹或者家庭拍1分钟的祝福短片，哇，可以很缤纷不同的样式成为一个福音的祝福。要怎样做啊？就接他们这样做了。哇！祝福你哋家庭工作都100分，耶、yeah! yeah! ！祝福大家彼此相爱100分，耶、yeah! ！祝福你身心灵强壮100分，耶、yeah! ！嚟嚟嚟嚟嚟片全城100分，耶、yeah! ！喜乐满足100分，耶、yeah! yeah! ！弟兄姊妹就好似佢哋咁样做就得噶啦。当你拍咗条片咧，就可以放上 Facebook 或者 IG， 然之後你就分享出去，在24、25號裏邊，我哋盡情咁樣去報佳音，全城慶祝聖誕繽紛100分，耶、yeah! yeah! ！記得最後喺你片嗰度 #聖誕繽紛100分。24、25號有聖誕繽紛100分，所以當晚係冇8:30嘅祈禱會。鼓励弟兄姊妹拍自己的片去报佳音，并且同时 like 和 share 其他弟兄姊妹的片，让福音大喜的信息传扬开去。非常感恩复兴关爱睦邻中心最近收到数千个的口罩，有见及此，所有同工和其他肢体都一同齐心作工，向街坊派发口罩和福音单张，还向附近的商铺、食肆、清洁工人，甚至货 van 司机、的士司机和巴士司机去分享这份祝福，盼望神继续有更多的供应，让更多人藉此认识福音，得着这份永生。弟兄姊妹，疫情下我们都不要忘记继续进修，大家请积极报读以下的网上课程。提提大家，末世睇真啲一需要先修读旧约概览，末世睇真啲二需要先修读末世睇真啲一新约概览基督生平。最新我哋仲加开咗一科箴言一，报读呢科需要先修读旧约概览同埋大卫生平，大家请积极装备，为主发光。教会现正招聘行政干事。有意申请的弟兄姊妹，请连同你们的履历递交吴国雄行政主任。12月25號是圣诞的假期，教会会休息一天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各位弟兄姊妹的奉献，除了透过缴费令、柜员机、网上银行PayMe 之外，现在还可以透过转数快将奉献直接存入教会的银行户口。提提大家，记得将你们的姓名、奉献类别直接 WhatsApp 给我们，电话是5380-7272，详情请参阅教会的网页。